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 Seth.com Forest 十周年生日快乐，同埋 YouTube 20,000 fans。投资外汇入市位同埋直播率都好重要噶，所以咧技术分析一定要好好学识。记得继续支持三点式外汇。Hello， 各位 Seth.com Forest 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糖哥啊。哇，原来唔经唔觉咧 ，Seth.com Forest 咧已经系成立咗十周年啦，十岁生日快乐啊！咁另外咧，佢哋嘅 YouTube channel 咧，原来已经冲破咗20,000大关啦。咁希望咧，佢哋嘅 YouTube 嘅 fans 咧就越嚟越多啦，大家多啲咧系 subscribe 啦 ，like 佢哋嘅片啦，同埋 share 俾其他朋友仔睇啦。咁重要喎，记得留意咧，每个星期一有我啦，同埋关教授，仲有 Seth.com Forest 嘅同事阿 Frank 咧一齐主持嘅外汇研究室啊！咁有好多朋友都问我啦，话炒外汇喎，阿唐哥你有冇啲咩心得呢？我就唔系日日炒嘅，通常咧我就会 hold 住一啲重要嘅事件公布之前后咧去炒一个短线咯，譬如话系央行嘅议息会议啊，又或者系一啲重要嘅数据啊 ，CPI 啊 ，GDP 公布嘅时候咧，咁我就会炒翻转咯。咁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样啦，喺外汇市场都有所斩获啦。啊，趁住十周年嘅纪念活动咧，咁 Seth.com Forest 咧系有一个送红酒活动噶。想知点玩，记住睇落去啦。大家好，投资外汇市场要赚钱，一定要知道顺势而行，这个就是自胜之道了。好了 Seth.com Forest 呢不经不觉呢在香港已经开业了十年了，我趁这个机会呢就恭祝 Seth.com Forest 呢十周年生日快乐， Subscribe 的人数很快到20,000大关。最后记住支持我逢星一播出节目外汇研究室啦，到时见啦 ，OK， 拜拜。外汇其实咧就最难玩嘅，因为佢又反映最多资料，又行最先，咁所以如果你想睇外汇咧，嗰、那个心得咧就最好睇翻一啲系反而系慢嘅嘢，譬如话一个。宏觀經濟一些最基本的指標，有時話好似 GDP 啊、通脹啊、失業率啊嗰些東西、啊、如果你懂得運用嘅，譬如看下一 pair 匯價兩個地方的差距，你很容易掌握到究竟那個趨勢是上定落的。啊，咁呢個我想對一般人嚟講個作用係最大，因為你大概知道那個方向。反而你話一啲短線嗰啲上落，由於你匯價嗰個喐動咧，講真喐得多都好啦，嗰、那個幅度都唔係話好大啫，即係相對股市、相對 crypto 嚟講都係細啦。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穩陣嘅資產裏邊，咁你有啲坐嘅能力嘅話，咁你知道個方向，其實呢個已經對你嚟講一個中線嘅部署，我相信係足夠。Seth.com 咧就十周年啦嚇，咁喺呢度。衷心恭喜佢哋，希望我哋蒸蒸日上，越做越大。咁我哋呢啲節目又長做長有，大家繼續追睇呢個 Seth.com Forest 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Happy birthday！ 哇，咁快原来已经十年啦，多谢晒大家嘅支持。咁啊，除咗我哋嘅开户人数不断增加之外咧 ，fans 嘅数目都系越嚟越多嘅。YouTube channel 已经系有20,000个 fans 支持啦，多谢晒大家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咧用心炮制嘅好节目啦。如果讲到咧就系我自己嘅一个投资小心得咧，我觉得就真系要睇多啲、睇多啲同埋睇多啲。当然就系用 Seth.com 嘅平台咧，可以就系睇多啲市场嘅资讯啦，同埋咁啊睇多啲。我哋嘅节目逢星期三下昼三点钟嘅三点式外汇，我哋三位主持同埋嘉宾咧，都会希望用最简单嘅方法，咁啊令到大家知道点样喺外汇市场当中咧可以操作，咁啊大家系睇多啲嘅时候咧就会明白多啲啦，咁啊教识大家点样睇图表啦，因为图表会说话啊嘛。
作为十周年的活动，咁啊当然唔少得你嗰份啦。我哋都好想同大家一起畅饮下，只要大家喺9月30日之前啦，透过以下呢个链接开户嘅话，就会得到美酒一支噶啦。我哋有红酒、白酒，唔知点拣好，两支都想要，好简单嘅啫。只要喺 set.com forest 当中咧开户嘅话，就会有红酒送俾大家；喺 set.com bullion 开户就会有白酒送俾大家，红白两支攞晒，开晒两边嘅户口，咁咪就系好事。可以成箱，咁我哋就可以一齐好开心咁样饮翻杯啦。除咗美酒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开户优惠噶，快啲把握呢个时间啦！